来听声音是想吃鸡，又麻又辣的那种。今天给他安排上我们心爱的鸡肝汤一半手，来乌鸡哥给你洗一半手走。烫了过后，把它放到冷水后给冰一半手。既然要椒麻鸡，花椒辣椒肯定少不了，我把这辣椒先煎下给泡一半手，花椒也要泡起，先把甩两个魔鬼椒在后，三个花椒辣椒泡好之后，炒一半的糖色，香料来一半手，辣椒花椒肚子给塞一半手，拿个竹子给它穿一半手，米放好后下锅给煮一半手，倒入炒好的糖色，剩到的辣椒花椒不要浪费，全部要拿个锅给煮起，葱来一半手，生姜来一半手，盐来一半手，搅拌卤菜的时候盐可以放重一点，先用中小火燃高过一个小时。这两条鸡从大太阳直接熬到太阳下山，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，但是我相信再给它浸泡一晚上味道更好，所以说我们再给它浸泡一晚上，明天开始放到这个锅泡一晚上，明天开吃了。泡了叶子后我们来吃一半手，哇真的闻到这个味道都有点受不了，太香了。在这一分钟我只想把这条鸡一下吃完，充分入味。味道相当巴适，关键了菜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，小白不能吃麻不能吃辣的，就少放点花椒和辣椒，我觉得这么多爽得很。